重庆有个网红空铁打卡点，在曼谷同样也有一个空铁打卡点，这里可真是轨道迷们的乐园。飞出带你游世界，飞出带你游世界。萨瓦迪卡，我是生活在泰国的肥叔，今天带大家来探店一家非常有趣的餐吧。在吉隆这个空铁转弯的十字路口，往沙通路方向走一点，就能看到这个 Talk 吉隆的招牌。从小门上来，一直上到五楼，没有电梯，需要自己走楼梯上去。这里下午五点钟才开始营业，我们下午四点五十就到了，还没开始营业，所以没有开灯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单元做成餐吧，而且只开放顶楼哦，真的是创意满满。里边是柜台跟厨房，只有外边是桌子。上边还有小半层加盖，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好了，就在吉隆的 BTS 拐弯处，这里形成了独特的景观，轨道迷们肯定乐开花了。这个是店里的菜单，因为是餐吧，所以主要是酒水饮料等。当然菜品也有不少，价格还可以接受。我们点了一份炒饭，味道挺好的，还有这道粉丝焗虾是这里的招牌菜，这个炸猪肉也是店家推荐。享用着这些美食，看着空铁从面前经过，这种体验真的是难能可贵。晚些开灯会更好看。刚才上来的时候没有开灯，有些暗。其实这里的装潢也是很创意时尚。四楼是洗手间，里边是办公区，外边有照片墙。三楼也是洗手间、办公室。二楼有一些海报、仓库。
下来就是大马路了。怎么样，这餐吧是不是很有创意？想不想自己过来打个卡？关注我，点个赞，转发加评论，随时带你了解更真实的泰国。谢谢。